的入门票很难相信，这里的入门票成人2块钱，很便宜。山洞内的吊桥，第一大在南美洲的秘鲁，所以这是蛮有特色一个地方来的。我看到一些，就是钟乳吗？大颗钟乳。地方真的值得来看，因为相对它维护得很好，那步道你看到没有，整个状况都非常好，而且很干净。哦，看这个石头的样子，还有水哦，滴水看到没有，石头的质地有没有有那种金属光泽哦，而且现在的很细的那种纹路，你可以让我们看从远远看，它有那种金属光泽，漂亮。蕨像的植物，这样从石缝里面长出来的蕨类，哇，前面是个很壮观的山洞，天哪，这里面有蝙蝠了吗？很多蝙蝠，哦，它出洞外了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细字形。走出洞外了，这叫别有洞天。外面就是一个清脆的绿野，一些植物、大树。太壮观了吧！班顿瓦格朗，哟，还有为他做了一首诗哦。班顿瓦格朗，瓦格朗 in the now one， 你既然感动了我的希望 ，andai hidup tidak berkawan， ibarat badan tidak bernyawa， 好长哦。啊，那你的海洋，宁静的一个公园，跟雪山跟红叫声 ，Grand Tree，
据说来自南美洲。哦 ，camping ground， 这是 camping ground 来的。哦。哇，看到没有？那树，全部都是那个 rain tree， 整个森林在这里。它很酷，而且它可以扩到好像你看，就是那种。它一波也让你觉得很暗。那个叫什么？crown shade 啊，在 free 那边，而且猴子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树很适合。你看猴子吗？看看这是什么树，还要种这种树。啊、哦，这很漂亮哎、欸！而且那个猴子可以在树跟树之间直接爬了嘛。猴子还蛮多的，问什么种类的猴子 ？Crown sheep， 哇，你看，哇、哦，跳跳，再跳再跳。哦，它也看着我们了 ，Hello。什么感觉啊？如果在树上那边看下来，漂亮。这里有这些很漂亮的花，那叫什么花？嗯，这是东西，这是岩石洞，山洞。这种是新豆 tree， 安藤植物来的。然后巫医可以把它做成这个特效涂药。还慢慢长大的吧，开始可能是那么小小一只，然后越长越大，小小一只手可以握的，然后越长越大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新豆 tree。缠绕的这个树。